多破关机。我想玩。好。快点，小拿去。还在录影吧？应该是。对，好。我要玩。走。大家好，我们要去吃饭饭。妈妈，我们现在在纳米哥回来哦。然后呢，我们要等一下准备去吃饭。蔡小姐在一起哦。我们要准备一下咯。你可以拿远一点，拿这样子，大概这样子，对。搭这个。妈妈嘞。走。他那个时候讲是有点大的，对。好，走吧，准备去找我们的座位，然后开始吃东东。前面你要坐儿童座椅吗？要吗？要不要？好。好，那我们坐下来吧。我要坐哪？这边啊。这边好。这边要坐。那我们现在的场面很多人，会有点吵，必须要等餐进来才能吃。没时间了，坐下我开始。坐这里，好的，再过来一点，前面坐这里，前面先过来，先给姐姐。你好，我是海德，我是林林，欢迎来到林林美食街。有观众吗？等餐点呐，等那。他在这个时候不知道做什么，他就来。跟胖叔聊聊天吧，想一想有什么可以唱的。他没有叫到你。简讯给你，我好想好想你。一个礼花给你，好想好想你。然后，每天起床的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他现在是上下天。不管晴天还是下雨，我好想好想你。每次当我一说我好想你，你总不伤心。我要电影券。对啊，明年一月啊。电影券呢？现在还搬砖。先把你电话给金光好不好？你说你有点难追，想让我知难而。放他电脑前面就可以了。拜拜。林林，我是沙海，大家好，我是林林，欢迎来到林林演唱会。那我今天要来唱。王威秀的。歌喽。好。应该不会去了。观众还有两张，要不要？不要哈。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。可以看两。因为我去台北再回来太赶，那是三点要下课。又听见你的声音，这个人真呼唤我姓名。你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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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外面。对不对？那可以去把它关掉，多破关机。我想玩。好。嗨。为什么他现在有在录吗？他只是显示工具呢。我看。的确是有防抖了一些啊。你防抖，你手不用一直抖啊。这样很像中风，对。这样抖就太夸张了。哎，爸爸，你看我开直的拍。电子拍，对啊，它可以电子拍。
吗？没有，他画自动，他荧幕保护层，他把荧幕关掉比较省电啊。狗拍照。他现在还在录影，包括停止录影。